对手强势攻击，林洋配总能迅速补位。奥运殿堂中，他们顺利连抢两金，林洋完美告别最后一舞，但外界好奇，林洋退役后，他的大宝贝该怎么办？原来球团已经替王麒麟找好未来搭档。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选手，那希望说他未来跟麒麟搭配也蒸蒸日上，越来越好。突破我们，就希望说，不管是配李阳或是配新的搭档，都可以有很棒的表现。跟着音乐回拍舞动，逗得队友哈哈大笑。他是羽球男神邱相杰，同时也是跆拳道甜心罗嘉玲的男友。女友为了奥运减重，看到美食就想吃，邱相杰霸气把人拉走，两人社群大方放闪。这回邱相杰跟王麒麟搭档，似乎大局已定。因为他想换一个打法不同的一个年轻人，他们喜欢就是一个世代的结束，我希望带起另外世代。前辈带新人，如同当初林洋配模式。190公分的邱相杰，全国赛混双排名高居第二，控球稳，擅长做分球，因为身高优势，快速杀球招数和王麒麟很相像。混双的高手他们在打球的时候，他们的擅长其实就是分球，他们在分球上面其实会造成对方很难去出手，应该是教练考量点的是他可以把这个球啊分得顺一点，让麒麟好攻击。过去李阳负责组织进攻，王麒麟则以攻击为主，如今邱相杰可以自己做球攻击，也能辅助王麒麟攻击，球风上比李阳更全面。所以现在的搭配上面可能就是攻击的速度为主去压制。188与190搭档，很快在八月底，王麒麟将飞往日本，与邱相杰首次合体出征，全新组合让人期待。三立新闻江博伟、罗佩玉台北采访报道。